刚才我是几时讲，一般都是政委兼官，做可以足直接做个理事长对。哦，哎，我个大领导，我就是要讲，哦，感谢。多谢各位兄台们的动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这几天话吼，大家唔难想讲，我这几天话是挑战的哦，其实是。我法度，我含原政治吼，台湾的政治遐尼乱，我含大家看下。南京啊，实在是我的老朋友啦，啊老同事啦，啊是老厝边，啊搁再是阮拍过的球友，啊你着知影讲。阮关系偌深啦吼，较早伊人无伊面无伊遮个时阵哦，迄个客国产哦，我通甲阮兜去拍去。哪国的人民吼，国的人民吼，往后了是在迄个敢若迄个闽南国诶总秘书啦吼，啊。一个是文章，啊，武将是啥物啊？就是台南迄个，台南迄个，啊，所有的迄个运动的设备吼，拢是为台南迄边出去。尤其迄个前台的代志啦，吼，迄大家我先我快讲啦，吼，因为迄个拢使到济啊，吼，啊，1971年，伫 Williamsport 迄个扫棒赛的时阵吼，伊领导。阮只那有两个军队吼，哥伦比亚诶，用伊诶，旅军队啊吼，啊甲阮铁军啦诶旅军队吼，啊伊就甲组织起来吼，在一台巴士，迄天拄好迄个海军陆战队派一个人来，要接专门要来甲伊接。啊！因就勇敢，因无管，同款勇敢甲伊拼吼。啊，迄实在是足无理的，就是讲台湾队吼，敢若写一个台湾队啦吼，两个一个旗啊吼，写台湾队，一边就是陈安天太太举的，啊一边是洪德胜太太举的。啊，结果因遐因遐陆战队啊吼，歹势，我陆战队咧骂陆战队吼。即后边啊吼，来吼，不管咱怎讲啦，因两个太太拢去互讲倒去，啊，因遮勇敢的拢去互讲到去山顶，啊，足侪人受伤，吼，我特别要讲这样代，就是讲，即个武将吼，实在是真勇敢，啊，佮迄个时阵人在当中，确实真勇敢。各讲起这样代志啦吼，伊是阮 KQ Club 吼诶柔道教师，啊我是学生啊，伊是武大，啊有几个吼，有几个迄阵啊诶查某囡仔吼，哦，拢进来参加，就是讲诶扫棒队了吼，拢要来参加，因为理由就是讲，那。要过来甲拼吼，我来扶到柔道吼，我哪敢唔拼？所以吼，迄阵啊嘛，招足侪迄个少年查甫、少年查某，拢来扶柔道啦。侬讲到遮吼，敢若讲伊敢若下部吼下部文吼，啊你唔知影，因吼伊是台湾前台时阵吼的先锋。伊甲当来台湾几落摆，几回日本，几回日本，无人知啦，国民党也袂着啦。啊，所以伊实在是台湾前台神风啦吼。啊，但是有件代志，大家拢无清楚，就是公路无地带，伫洛杉矶遐尼侪年吼，伊一只上少做四年的主编，
你唔知影讲伊有本，佮会文啦吼，伊实在是文武全才哦，一个台湾独立运动者的前锋元帅。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前景佮困境。台湾独立运动的前景佮困境，咱即马就热热烈的掌声来请台南县，来台南支持。